少脑游戏到最后和酒过三巡的同学聚会有什么区别？天哪，好紧张啊！他们里面肯定有鬼。红的今晚不可能输。在酒局这个魔幻的气氛里，你总会瞅着这么一套公式：刚见面，热情寒暄。这么多年不见，还是这么好看。同学们的分享欲都在此时点。哇，这好漂亮！黄金的。这好漂亮，好吧，给你看看我现在肌肉猛不猛？不、哦，咱年轻时也是个型的。这个，还有这个，我全吃过。酒局开始，气氛热烈。此时，我说两句。作为你们的老班，我提议大家把手机都放桌子上，谁先响谁买单。我赞同，我也赞同。谈笑间，同学们的感情逐渐拉近。哥，我那有一单大生意，投资少。回报高，你要不要考虑一下？收益那么高，不会骗人的吧？现在杀猪盘坑害多少，你可当心啊！听你们聊天真开心。中场环节，场面开始失控。来来来，喝完这一杯，还有一杯，再喝完这一杯，还有三杯。剩短短几个秋。去个洗手间，等等我，我也去，我也想去，可以吗？加老师一个。后场环节全员失控，这场面显然已是 hold 不住了。巴啦啦老魔仙变成猪，这咋还给老师整上造型了？我来给大家摇个花手。好嗨哟，感觉人生已经达到了高潮。好嗨哟，感觉人生已经达到了巅峰。怎么都喝大了，不会等下药我都送回家吧？你们先喝着，我家里还有事，先走了。烧脑游戏和酒局一样，太容易真情实感。我在跟你吃饭，我就是狗。真是开心的聚会，下次咱还玩烧脑。